Hello，又系我 Masaki 啦。你好，系我 Gary 啊。你今次好似又转咗嘢喎，新嘅，嗯。今次就唔系话车仔啦。今次系大件啲、长少少嘅。就鐵路，嗯，冇錯啊。咁不如由我去講先啦。咁呢一款車咧，其實係一個白頭列車嚟嘅。咁大家睇下就咁車，細列車嚟啦，呢度係啊，咁咧其實佢係由英國都城嘉姆生產嘅。咁首批列車咧就喺1979年到投入服務啦。第二批咧就1982年嘅。咁佢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一款鐵路嚟嘅。由佢地鐵開始初期，嗯，冇錯啊，冇錯。所以其實你又見到啦，可能車頭係，係你車頭係啊，你都見到其實佢係個係油麻地嘅咋。唔係你使乜扮你出世啊？我冇見過，其實冇見過，係啊。我有見，呢個真係見，呢個都好經典，冇影過對鐵路埋。嗯，誒後面個位要睇一睇，睇一睇。後邊呢度咧，可以咧望入去咧，就見到裏邊車廂入邊咧就巨細無遺啦。咁啊睇曬出嚟。啲回憶翻嚟嘅，啲回憶翻嚟。誒，咁我哋又俾翻現代先，係M train 啊，其實 M train 就係 Metro train 嗰個即係縮寫啊。咁呢個就翻新版本嚟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其實1998年咧喺即係快嘅時候咧，港鐵啊，當時仲係地鐵啊，應該係。咁耗資10億咧，就展開個地鐵就呢個列車現代化計劃，咁又委託間澳洲公司咧去做嘅。咁就將兩批即係列車翻新啦，咁啊改造列車又叫做現代化列車。咁就依家我哋行緊咧。就一般位置 M train 啦，咁啊最大個分別咧，車頭啦，等，我依家即係好多鐵路網熟悉啦，見到呢個車頭就係每兩分鐘見到一次嚟㗎，你哋。我轉過講出呢、這個。我、這、依個我哋見過，呢、這個這個見過啦，假嘢。見過啦，見過啦。見過啦，應該你都冇見過。咁唔好咁講我。咁如果咧，其實我見過呢一架車之外，其實我都見過呢個嘅。我哋移開吞口啦，去到就到呢個啦，吞喺上面。系啦，咁今次咧，而家要讲咧就系呢一个啦。佢系港铁近基川期列车，咁佢嘅编号咧系 SP1900嘅。咁其实呢一架车咧系当时由九港铁路公司拥有，系日本制嘅电动列车嚟嘅。咁过去咧喺九港东铁啦、九港西铁同埋马铁同行走嘅，而合并咗之后咧就由港铁公司营运。就繼續去行走東鐵線、西鐵線同埋馬鐵嘅，咁但係其實大家都知啦，嚟緊就會港鐵上面有少少改動啦。其實呢啲12卡列車咧都會開始唔見㗎啦，就變9卡列車㗎啦。所以係啊係啊，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珍惜下佢咯，之後就拜拜㗎啦。好慘，係。不過我咁舊嘅唔可以新嘅唔係。係嘅係嘅，冇錯。咁啊嚟下咧講下輕鐵啦。嗯，呢個輕鐵就第二期列車嚟嘅，係啦，咁都係川崎重工業做嘅，咁喺1988年咧，就輕鐵咧就第一期通車嘅時候就投入服務噶啦，咁啊車身塗裝就當，但係當時就唔係呢個樣嘅，就橙白色為主啊，咁我諗如果對輕鐵即係可能住嗰區、大都嗰區嘅朋友，可能會就比較清楚啲啦，即係嗰個色其實都係比較經典嘅顏色。咁啊2000年打後咧就陸續換上啲新色啦，咁啊改以藍色同紅色為主。是輕鐵唯一一款日本生產的列車，我都搭輕鐵了比較少，始終我又不是住在過區，所以我都比較少搭的，不過依家就真的做得很靚。自信又係即係睇曬佢啲車廂入面，都 detail 位都做得很足。我唔搭都想買翻架。買翻？其實我見到佢比較歐喎，其實係咪可以買多幾架串埋一齊咧？哦，咁咪係咯，平時都唔止一卡咁樣，係啦。話俾一卡埋，唔止嘅，係咯，可以買多幾架去套埋一齊啦。係咯，我哋成日都有個宗旨噶嘛。買四架。買四架。係四架裏邊有，已經進化咗四架啦。係，冇錯。咁啊，講完呢啲啦，咁我哋講翻少少，繼續講啲偏遠少少嘅鐵路啦。睇一睇先，係啦。得得呢兩架啦。咁咧，今次就想講下機場鐵路啦。呢架。係啦。咁其實咧，機場鐵路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？佢係咧喺港鐵入面咧最時速最高嘅一架客運列車嚟嘅。咁最高時速可以達到135公里嘅。其實呢架車咧好特別噶，佢咧係由西班牙同埋德國咧聯手一齊做出嚟嘅。咁設計咧就喺德國設計嘅。咁而佢喺德國完成咗設計之後咧，喺1997年就喺西班牙建造，即係佢呢架車都真係比較年輕啊！呢架車，咁但係咧，其實大家可以留意喺車頭位置啦，因為佢車頭嘅設計咧，佢同一隻鴨仔好似，係啊，你望下車頭好似一個鴨仔咁樣，
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佢都有一個花名咧，就叫做扁嘴鴨嘅。叫扁嘴鴨。係啊，我咪不過都幾靚啦。又係，你可以望到，其實咧比較獨特。我好中意佢個色嘅，好難。幾靚。其實比較獨特咧，可能好多鐵路迷都會知道，其實係咁多，即係可能呢啲鐵路上面咧，佢卡與卡之間啦，都係就咁行過去就已經過到，但係其實咧機場快車特別啲，係啦，咁就係呢個位嚟嘅，係啦，呢個都做咗出嚟。我哋間中都搭下。係，間中係都會留意到。都貴少少貴啊！少少啦，係啊，少少。趕時間，即係如果要準時，就會。不過佢都真係幾快。我都快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要時間。嗯，冇錯。咁啊，最後就講下呢個最硬嘅呢個高鐵列車動感號啊。咁啊，專行就呢個廣深高速鐵路嘅。咁列車由中國嘅南車青島嘅西方公司製造嘅。咁同車咧就有個和諧號咧，就係啦。咁啊，以佢為藍本所建造嘅。咁高鐵咧本身嘅車身設計咧以銀色為主，咁啊配紅色同白色嘅波浪咧，咁啊絲綿建造，咁啊即係你白色定銀色底，咁啊三成啲啦，三成啲啦，咁再白色又好似好悶咁啊，係啦。然後咧就同埋咧就加喺車頭上面咧就有兩隻橙色弧形嘅，象徵咩咧？快。快唔係咁啊！象徵我哋寓意即係我哋悠久歷史嘅中國飛龍。哦。佢話快嘅咁樣都係話係啦，快咯。咁2017年咧就經呢個海路庫運咧就到香港，咁啊2008年正式投服務，所以佢係啲咁多人嘅最young嘅一個嚟嘅，前輩面前啊最young嘅佢真係。係啊，其實佢都比較長身少少，相比下其他車嘛。感覺上好似係。咁啊，大家講完話抵買啲，咁其實我喺邊度會買到佢咧？就係71嗰度。即係同之前條片一樣，冇錯、係咯，即係我哋咧，除咗71個 campaign 咧，除咗有巴士啦、救護消防車之外咧，仲有呢堆六架嘅列車鐵路係啦，所以今次內容真係豐富到不得之了。冇錯啊，我不如不厭其煩咁話多次俾我哋啲觀眾聽，我哋喺邊度同埋幾時有得買啦？71、800多間嘅車站，全部都話緊喺度上架，咁啊總有一間喺做緊啦，71個嘅節目，係啊，固然之就。係啦，咁啊，同埋咧就官方其實4月29號咧就上嘅，不過咧嗱，因為啲運輸問題啦，咁冇可能人一夜之間送散咁啊71架，所以咧就會即係提早啲時間咧，71嗰邊咧就個 operation 咁樣就會早啲落到鋪頭嘅，冇錯啦，係啦，咁啊，所以各位 fans 咧就留意我哋個更新，我哋會有少貼士翻啦。係啦，咁就大家繼續 follow 翻我哋 Facebook， 然後我哋就喺嗰度不停咁 update 曬啲資訊俾大家，話俾聽幾時有得買啦。咁如果睇片就要上翻去 YouTube 啦，睇翻我哋貓樣啦，睇翻我哋貓樣。咁啊，記住大家記住 follow 翻我哋 Facebook、Instagram 同埋我哋 YouTube 啦。好，今日就暫時咁多，好，之後再見啦，拜拜。